不是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出去出去，赶紧走。夏凡，小乔我都跟你说明白了，你赶紧走。我来见目的就是你跟我有矛盾，你不能不让我见我儿子吧？你见也见完了，你别废话，现在赶紧走。我才看了一眼，行吗？你还要看多少眼啊？平时求你都不来，你赶紧走啊，别在这废话。不，我跟穆迪说两句话呀，我想他，他也想我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要钱啊？我今天免费，我不收你钱。夏腾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是给我钱，我都不用你借，你赶紧走。不是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就是因为那天我没来接你，是吗？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我告诉你，夏凡，你不配当孩子爸爸，你做不了孩子榜样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马上给我走，咱们俩长痛不如短痛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不是不是，我就算再混蛋，我也是我儿子亲爹，我必须见我儿子。你别在这胡搅蛮缠，行不行呀？我今天就是要见我儿子，走开！夏凡，这你推我干嘛呀？说话归说话，你别动手啊！上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又是谁啊？我们家事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呦喂，你说这话你不害臊啊？这现在是我准嫂子，这是我们家事儿。上官，你胡说什么？魏美兰挺厉害啊！啊，找个男人来替你撑腰是吗？你有本事让他去打死我呀！你别胡说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胡搅蛮缠啊！你打呀，你招着打！来，不行，我真打你！大气就打！哎呦！不行，就得赔钱。我头现在还疼呢，我是脑力工作者，头打坏了，我怎么挣钱养家呀？你有家吗你？我儿子比你还要高，你说我有没有家呀？不是，你这么大人，你能要点脸吗？我要不要脸？你要不要脸？你要不要脸？你够了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行不行？钱我出，我给你。我不要你出，谁打人我让谁出。哎，那我衣服坏了，你是不是得赔我啊？你衣服几个钱啊？我哪来几个钱啊？其他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当防卫，你调监控去，他先动的手。瞅，接着瞅。吵能解决问题吗？一个多小时，用不用我把审讯室腾出来？你俩接着吵啊？那倒不用。不是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你们俩能动手？有没有法治观念呀？你好，李队，有人找。警察同志，我是上官的领导，我能跟他借一步说话吗？什么情况？对不起，老大，我不是跟汤姆哥合计了说威克这事儿得从根儿找吗？行行，看看这货。这位同志，请问你是他什么人？警察叔叔，他就是背后主谋，他不能走啊！你还别说话，够了。我是他公司的领导，也是他的朋友。我们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们愿意赔偿。这样子吧。我这边有点钱，你先拿去医院做检查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这看着也就1000块钱吧，还不够我检查的钱呢，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。没有，对不起啊，这是个误会。不用跟我道歉，挨打的不是我。美阳，美阳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生活？这是个误会。什么是误会？上官跟着我也是误会吗？红星，我们俩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不要再来干扰我的生活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你不是一直很能说的吗？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以后别来打扰我生活。
吗？哎，儿子怎么还不去睡啊？你答应过我的。答应过你什么？你答应我爸爸会回来住的。儿子，很多事情呢，你不太明白。我不需要明白，我就知道你答应过我的。妈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爸爸回来住吧，我会帮助爸爸一起照顾你的。好，那我能见到爸爸吗？妈妈和爸爸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你保证？我保证。冠明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我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陆明骚扰你那天，就因为你一个电话，张无兴在你家楼下等了你一个晚上。算了，我知道他对我好，但我们俩这样拖拖拉拉的也不是办法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哎，不是关美阳，你到底纠结什么呀？现在都快22世纪了，还有几个人因为孩子能放弃一个好男人呀？啊，好男人是什么？好男人他就是花儿，扔马路上掉成渣儿，立马就没了。我都去抢了。欢欢，你没有孩子，你真的不懂。张无兴再好，我儿子不接受，我也不能同意的。我不能伤害我儿子。你相信我，我有办法。现在不就是穆迪接受不了他吗？你有什么办法啊？我儿子那么小，你可别乱说话啊！出什么事我可接受不了。你相信我，循序渐进，对症下药是我的专长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这世界上没有你相信的人了。阿姨，嗯，给您，您请。坐好吧。那个，以后别叫我阿姨，叫我小姐姐。装嫩，怎么能是装嫩呢？我未婚，没有孩子，我们俩是一波的。你懂什么？穆迪啊，姐姐，聪明。那个要过生日了是吧？你是不是喜欢加菲猫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你好朋友啊，到时候我送你一只啊。然后你生日那天呢？我再带一个好朋友来，怎么样？谁呀？你张叔叔。齐焕。穆迪，我给你算笔账啊！你看，你过生日那天，你妈给你买一个水果生日蛋糕送你份礼物，你爸送你份礼物，我送你只加菲猫，张叔叔再送你一份礼物，多划算啊！你别不高兴嘛，不要拒绝我。你呢？回去好好想一想，算了这笔账啊。儿子，来来，吃冰淇淋吧啊！来，先吃冰淇淋吧。来，小弟弟，甜不甜？你这招行不行啊？你也没当我妈。我没当我妈，我还没得过精神病呢。我不是一样做精神治疗？我儿子不是精神病。我跟你说，你儿子再那么好，你就是精神病。